李彦可这一棒打在中间方向，这个仰角是还蛮高的啊，遭到了接杀，但是二垒跑者现在上三垒。滚地球，三垒手接球之后传一垒。哇，基哥没有办法连两天当英雄啊，这个半局。可是连续两个四坏球之后，后面连续引出去的就差很多了。那这个打席苏志杰三球遭到了三振，这个球的横移的角度非常的大哦。看苏志杰想，不然的话现在球数应该是没有好球三坏球，没错、哦。这个球打在二垒手的管区当中。岳东华传一垒刺杀了陈崇廷两出局，这球场三振苏志杰刚就是使用那一颗球物来了，但这个球打成了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又找上了岳东华。陈振明遭到刺杀之后结束了这个半局，而八局的下半同时这里攻势三上三下。我是白白，请大家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并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